我今天来做章鱼烧，哈，这样看得到吗？这是平的吗？今天要做章鱼烧，我刚刚在短时间内把东西全部都准备好，笑烂。但我不知道今天时间够不够，不够的话就继续开下去，对吧？啊，我不管，我就自己看时间做喽，嘿嘿。Hello。姐不见，大家看我做章鱼烧吗？头戴不是这样的吧？哇吼！我就突然想吃章鱼烧了，前几天姐姐做，然后我觉得很好吃，但我不知道我今天自己做会不会成功。今天没有姐姐的陪伴，我要变成一个独立的孩子。一楼烧，什么是一楼烧？章鱼烧，章鱼烧。哎呦，这么刚好啊！等一下，不要啊！快掉！啊！继续。我现在很紧张，因为我怕我做不好，而且我好像没有摇均匀。章鱼少女，还记得那时候那个章鱼是我出的。请你少一点天分，所以才跌跌撞撞的受伤。我今天好像没有时间看大家留言呢。
小一点，相当于高蛋白，高蛋白的杯子。我们都在爱情里找一个天。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太快熟了。装熟，希望我妈咪快点回来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咦嘿，啊！不要！咦嘿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不要，小姐，小姐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多照一下，怎么感觉面糊不够？少的感觉。我就突然想吃吧。谢谢你了，
面糊全黑。我觉得有够多哎、欸。等他一下吧。笑烂，超突然的，在做章鱼烧，做了一个你们措手不及。我可以看你们留言的。你们有谁有自己做过章鱼烧吗？觉得很荒唐哦，这么快吗？感觉还没呢。话题好吗？这么快吗？感觉还没啊。我好想我姐姐。我姐总是，谢谢半生送的告白气球，我姐总是可以在旁边帮助我。每次就是负责前面用完，然后就给他做，然后到负责吃。起来，是不是还不够？现在去调还来得及吗？现在去调。抓感觉，自己抓。办法。
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不会吃饭。我有关火，了解。那会太多吗？我是有点的，怎么办？管你的，可以吃就好。我一定要叫我姐看这个回放，看我在那边乱搞，她一定会傻眼。感觉我每次做食物的时候，塔瓦哥都在，得到一种安心的感觉。什么叫不对劲？可不可以相信一下我？
其实不能拥有，还是有模有样的好不好？不会，我会把它吃掉。倒一次吗？先试一个看看。还是可以的吧，但是他们包不起。他们是散的，他们没有团结。我觉得这个要变成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淡水那个烤鸟蛋。为什么妈妈还不回家？我决定要在下面活。
欸，其实那天我姐在做的时候，我在旁边做这件事情，我都没有在理她。我要下面舞了。我摇开了，
趁着门先说，我在这方面没有天分。这章鱼都跑出来了。将心事都封存，妈妈是我的子孙，修改一次次离分，我承认进去不行啊，长这样怎么开店？你敢吃，我还不敢吃呢。这个不能，我不知道，我还没吃。他的料都跑出来了。
我刚刚还想着要加 cheese， 真的是弄好都来不及要加 cheese。我妈咪好像回来好像不够啊，后面还临时多调一点，我也不知道我们调过多少。去哪包？
什么叫做试读？不要这样。感觉很难吃。因为后面那个面糊我是随便调的。不要不要再加了，不要！谢谢整心男子送的一起吧，散步。我知道，我刚刚把它移了。这都要拿吗？可以顺便拿酱，谢谢。就是外观好看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第一个试毒的一定是马丁。大家就这么想试试看，是不是？感觉就超可怕。这是偏日式的章鱼烧，这里面软软。你胃不行，什么意思的？这里还没塞。大家不是喜欢挂听吗？这个应该也蛮好听的吧。只能挂皮，对呀、啊，那这个应该还不错听吧？这个滋滋声，
会全部给它放下去。我跟你讲，高丽菜还有一点点，我也没有全切。没有全切没关系啊，那、啊、这个就没用了、啊，下次要用还要再买新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有，这个不要塞进去。小烂，是有熟还是没熟？大家下次想要看我做什么，请在下面留言，我不会做的。小蓝，知道什么时候拿起来，因为它就是那种软软的。感觉很不对。先给妈妈吃吃看。
杰哥，为什么？到底有没有很熟？看他呜呜啊！应该有熟了，有在这，还有沙拉酱。好吃，
没熟就算了啦，拉一拉就好。像很好，还在吗？我想问为什么，就是它外面熟了，但是它里面还是一样软软的，是为什么会这样？什么的关系呢？是它碰到铁板才会酥酥的啦。可以结消费金。截图的截是这个截。
我唯一成功应该有吧，希望我姐看到不要杀了我，然后我给她开了。后面的没了吗？没了，在那里，在那里。那个都用完了哈。嗯，还好了，买的就是要用，有什么？你赶快先吃了，你先吃一个啦。那讲很烫。他们刚刚说要帮我试毒。谁？他们觉得我做起来很可怕。那我试吃啊，我帮你试吃。不用那么多啦。我喜欢多。有什么？我把笔删了。好烫！赞吧，是吧？我就说我可以的。虽然前面有点不知所措。他说很烫。李佳丽，我们再约煮章鱼烧。保证好吃。约他煮章鱼烧，大家可以截图这一段一幕录影，然后传给他。夏日季节来卖，我一份六颗卖200块。可是我会做很慢耶，我一个小时我才做这样，还做24颗。那我要卖500块，没有600块，一颗100。限购一盒啦，我喜欢吃这个酱，一颗太可以坑人了。里面的，小声一点。嗯，然后上面章鱼烧可以上面签名吗？
又没哪只签名挺帅的。我是不是有点接地气？哎，我这个歌也很棒哦。哈哈。300，你买三盒，我就讲某一某一句，就是对着你的章鱼烧施魔咒。很认真的那种，不是嫌弃的那种。哎，对，也当一锅吃，然后你要等一个小时，下一批就一个小时。感情呢？为什么要给你看？还是要用一下的嘛，没关。过几次旅行，哎，这成本很高哎。香菇有没有觉得我在他身边？非常道地的蛋黄酱，是蛋黄酱吧？沙拉酱蛋黄。
到用，没有哎、欸。如果拍到这个盘子不 OK， 一定没有弄脏，没有啦，就是先弄好，要吃的时候比较方便。어이구나뭐뭐哦，日式美男子。午安啊，乔大叔。所以蛋黄酱跟美男子不一样，对吧？刚刚已经吃完了，有几个？二四六八四三，十三个。看看，好像蛮可爱的哦，小狗掉了。做章鱼烧，而且成功的章鱼肉肉。现在的时间是2021年10月28号下午4:17，我们来进行我们心灵肉汤。对，今天的肉汤有章鱼烧的味道。绝不能听这个。当你低着头，看见了什么？雨水的形状，一定有彩虹。好，今天的第一碗肉汤。听好了，好，快点，快快快，大朋友们，跑不出来。好，跑出来。好，今天的第一碗肉汤，听好了。不要让别人的一句话夺走自己的一整天。
很多时候我们会误把别人的评断当成镜子，照着照着也成了自己不认识的人，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左右了自己，也失去了自己。其实做自己并不是要人跟外，做自己并不是要人跟外界隔绝，而是用心活出喜欢的自己。知道世上每个人都不同，所以不强求别人配合自己，也不委屈自己迎合别人。衡量一段关系好不好，是看自己有没有变得更好，所以我们才重视在乎自己的人，忽视讨厌自己的人。所以记得，别因为批评你的一句话就难过一整天，否则人生的大半辈子就都只能在烦恼中度过了。这是今天的低温度呢，送给大家。谢谢嘉阳，谢谢嘉阳送的掌声。好，第二碗。听好喽，成为心中想要的自己，而不是别人眼中喜欢的你。很多人有过觉得自己无法融入某个个体，时常担心别人怎么看自己，结果强迫自己维持某个形象，要求自己顺从别人的想法，或是忍受别人说就你不一样。然而如同有好日子也会有坏日子，同一种生活有人热爱也有人厌烦，你选择怎么做都有人喜欢跟有人批评，选择不做也是。人生是一段属于自己的旅程，每个人都有喜欢的生活方式，也有自己要面对的生活琐事。记得人生是自己的，我们都不需要跟谁证明自己，过得好不好，终究自己知道就好。这是今天的电玩肉汤，那今天的肉汤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，谢谢大家。这个章鱼烧就一定要在这里。没有的安可一直想你了，一直祝我快乐，请祝我快乐。这章鱼烧看我们可以这样近一点，谢谢老张送的枫叶。很大牌的视觉效果，真的。我的世界怎么会一直在下雨，好想吃你，那就去买啊，自己做啊。谢谢大家今天看我做章鱼烧，谢谢。不会做，我跟你讲，你就去网络上找。Thank you.
承认你没有跟到我做章鱼烧，我做的泡泡面。有的让我帮我截图的记得传给我，谢谢。你是打什么？忘记了，高端吗？他放在这，我就好想吃哦，喝不了。你是打第一季吗？我吃了12颗，我吃了一半的。啊，能吃什么吗？我已经吃完了，好多。我的下巴都跑出来。没想到我今天居然自己做成功了，而且在2个小时以内。1个小时太水了啦，你说我今天很水吗？我也这么觉得。你不觉得我今天很飘飘吗？我差不多好像半个小时弄完吧，因为我很赶，我很怕我来不及3点开。是品涵呢、欸，品涵有开。我今天开到4点半，对，剩2分钟，不是2个小时。我通常一个礼拜第一次开的直播会开2个小时，然后第二次直播会开1.5个小时，对，是这样。对啊，快到了。今天直播就在章鱼烧度过。谢谢叔叔算方言，叔叔的头贴是什么？没有啦。叔叔去哪玩？女性。别管我贪心，只是闭眼睛。
偷偷摸进自己，留住一个你。哦，故宫，哦哦，我上次去故宫好像是好久以前的，不知道还是不是长一样。然后叔叔说：“原来蔡依乐去过故宫的，还是要去一下的吧？好像是为了学校老师说要去，所以去的。”要拍要快，故宫要拆了，为什么？是那个红哦，我想说故宫要拆，这什么天大的可怕的事情要整修哦，不是他要拆了，对。对啊，故宫才来得了，应该会有新闻。我想说，怎么我是真的没有看，没有关心时事到这种程度吗 ？OK OK， 吓死我！一个表情，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害怕看你的脸黄。太久没进来了，对啊，幸好我有再开一下子，不然我就要关了。再开一下吧，反正我们。我刚刚去做章鱼烧哦，然后我成功了，因为到五点没有啦，今天是到四点吧。那就不见。啊，最近博汉跟博婷还好吗？鼻塞，我就过敏，好久没吃了，我刚有成功。可以叫刚刚有截图的人分享到那个蔡依楼的群组。我跟你们讲，我昨天去看我的体检报告，然后然后就是去看牙，拍 X 光的，他就说我上面的牙龈发炎，他就帮我洗牙，我痛到我眼泪快掉出来，然后有两颗蛀牙，所以要去看牙齿。打电话就骂，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我是学校体检。不是很敏感，我还好，你没看我刚刚吃的那么爽。然后啊，我去照 X 光，就看到肉的构造，他说我里面有一点杂，可以开给你们看，应该有照片。然后我的那个什么，我的 B 型肝炎抗体过低，就是变少。好荒唐，给自己唱歌。
哦，我有牙，我有牙结石，这会吗？我牙结石。是蔡龙，他说我这里有一些杂，要注意，要避开二手烟，避开二手烟。对，我没有抽，我没有。对啊，因为我同学也有。蔡龙的构造，我们看看哈，为什么哪里不健康？他还是没有啦，都蛮该说的别说了，蛮对称的，你懂得就够了，好大的心脏。平时刷牙，我平时也有刷牙，可是还是有，就是多多少少还会有啦，应该。我最大的遗憾，那你牙呢？哎，我还好哎，但反而我，因为我之前看牙齿太常看了，所以我到现在就非常习惯了，他要干嘛我都知道。不是要拍那个 X 光牙齿的，然后传那个，然后要怎样怎样的。什么呢？我也想感到是奢侈的，我也想念。所以我对于看牙就还好，只是会痛，我不喜欢。多多大家会痛都不喜欢啊，很快乐，只是不愿承认，在我怀疑。对啊，你的嘴巴当然会痛，会，需要我们怎么讲话，痛觉坏掉。所以那个医生就是他明知道我蛀牙，他给我往里面戳了，我就超痛。他说：“哦，会痛，抱歉，抱歉，没被打过。”但我比较习惯在家里附近的牙医看。我最大的遗憾，拜拜。今晚你什么时候又把它拔掉啊？已经很完美了，何必误会故事？我是牙医，一直想要叫我戴牙套。什么呢？牙套大部分这样都多少钱？没有，我的牙医没有对我的支持有期许。十万步。我拿来的十万，给我看牙齿啊。你给过我答案，我感觉不用怕啦，拔完就没事了，拔个牙而已，担心什么？是看见你说肿也就肿那几天呐、啊，现在也都戴口罩，没人看得到。曾经亲手把时间没有很乱，但是下播要可能出去吧，买那个直播的夹子。可是我这里的牙，你有看到吗？它已经歪掉了。我的前面还好，前面可能就这一颗比较乱。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
这个比较乱，就是我已经好像有点咬合快要不是很好了。不会的，半身不会痛到无法行走的，安安都拔完了，不是应该震碎吗？这样是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你就先吃止痛药啊，你在麻醉退之前先吃止痛药，然后如果吃完还是会痛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，就冰敷完了。啊，都拔完了，肿完了，大家勇敢一点好吗？真的没有，真的真的没有什么办法，除了打麻醉。真的每次牙齿痛的，好想要赶快给我来针哦。来针。怎么唱来着？忘记了。好啦，大家差不多了啦。开下去真的要开到五等的，日华好久不见了，大家记得要填默默手卷哦，拜托求求你们好不好？我不奢求，不奢求玩手，但是希望大家可以来看看我就好，谢谢，拜拜，辛苦了，上班上课加油哦，拜拜。看见你是什么东西，保罗，保罗，拜拜，我要关了。